の母が明治42年に3歳の年に一家で台湾に渡ったわけです。だから第二世に当た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台湾総統府に勤めておりましたので、総統府の中に入った時はね、本当にもうどっかから父が出てくるようなね。阿爸爸怎么讲啊？我的外婆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太太哦，万太民老，万太太。元気ですか？病気してるって聞いたけども、心配ない？年末に。え？年末に。何？亡くなったろ？なあ、早かったな。哎呀哎呀，小弟小妹，前前の三四五年，お母さんが大きくしてくれた。お母さ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とすぐ泣いてしまいます。私は。妈，我来呀。永久に異邦人である。船に乗って日本へ帰るときにね、船の甲板で二人でね、大石。かの山こぶなつりしかのか、も泣けるね。弟と二人でね、もう台湾の島が見えなくなるまで歌ってた。とにかく祖父の代お世話になっ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ね、本当に感謝してますね。それが一番ですね。あのマサル光。ああマサルやか。でマサル。マサルだ。その時若い時ね、相撲上手よ。よかった会えて。台湾に生まれてよかった。ね。ママ、我看到啊呢，我看到恁老母呢。哎呀，我哩看到恁老母的梦啊，我看到啊，妈妈。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弯身回家，从书本到影像，记录了超越生死的友情与亲情。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作者兼出品人的田中实佳为我们分享。米卡好，欢迎你。主持人好，大家好。米卡为了要做弯身回家的这个案子哦，就是帮爷爷奶奶圆梦花了九年的时间。那纪录片的案子进行也花了五年多，总共十四年多，是你人生中非常精华的岁月。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家人了，到最后是要为大家找回被遗忘的历史。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你为什么会开始做弯身记录的这个缘起呢？那也是一场意外吧。我常常说人生。在转角你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很奇妙的意外。那是管家奶奶的丧礼。那日本人的丧礼很快七天就必须要办完。那在他火化的就是前一天呢，一般他那个就是亡者的朋友会围着他的棺木，前一夜会围着他的棺木，然后去回想这一个人，纪念这一个人，然后大家回忆这一个人的过去，零零总总。可是呢，可能我们家的管家奶奶人缘不好，围在旁边的这九个人呢，没有一个人要想念他，也没有人在一个人在怀念他，然后每一个人好像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很大的感慨。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弯身，其中有一个爷爷说，我们这一群弯身，随着时间一个一个。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以后还会有谁知道我们在台湾出生？以后还会有谁知道有一群老人，他们很惦念台湾？那我想说，就只有九个嘛，一个要找小孩的，然后一个要找未婚夫的，对，那另外一个呢，要找爸爸妈妈骨灰的。那九个人呢，他们呢，因为在台湾出生，那回去之后呢，未来只有死亡证明，没有出生证明，对，所以他们九个人想回台湾领那个出生证，尤其是就是他们说没有出生证也没关系，那个户籍誊本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出生的那个就是记录、那样的感觉呢，就好像是又跟家人一次重逢。我就想九个人简单啊，我说我来，我代替你们告诉台湾。这个有你们的存在，我带你们回台湾。结果哪知道，要帮一个人完成心愿，必须要去找下一个线索，必须要找下一个线索。结果这样一签下来，然后又意外拿到了一本清水半瓶的吉野庄回忆录。我常说，一脚踩进历史，
那是多么活该的一件事情。你最后呢，你只会步步沦陷，然后最后呢，就是执迷不悟。不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才知道说，哇，当时从台湾回去的弯生共有198000多人。那其实呢，在追寻下去呢，当初没有离开台湾的还有61500多人。我常说，早知道这么多人，我就不要做了。可是是开玩笑啦。其实可以让我这样一路上坚持下来的，应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故事，真的很美，还有。其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完成他们的心愿，一直在看着自己失信。那最后呢，当我自己呢，突然发现前面的9年我带他们回来，那其实呢，我一开始认识的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田中英代还有那个管家爷爷、管家奶奶，他们的朋友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住在救助院的啦，不然就是老养老院。那艺妓特别多，对，艺妓呢，通常回去是没有办法嫁人的。然后呢，最后是孤老的，甚至呢，很多的骨灰呢是租下，就是管家爷爷夫妻呢在帮忙处理这些骨灰。那因为他们两个如果比较早走的，像那个什么片山千岁，或者是那个我书中的高桥智子，他们的骨灰几乎都是被义工或者是大楼管理员帮他们处理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不舍吧，还有看到他们，如果说有帮他们完成心愿的，看到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人生没有遗憾的。那前面为什么哭，然后为什么捶胸顿足，那些都已经足以这句话就早就把那些全部盖过了。对。所以其实米卡刚刚说你是陷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事实上你是被历史选择的人。所以一路以来这个案子从你踏遍了台日两地，而且也是散尽了家财嘛，就是把自己的钱通通都投入到弯生的这个故事里面，所以非常的辛苦。是什么样子的意志力一直坚持着你呢？因为一开始你到户政事务所的时候你是被列为黑名单的嘛，对对对，你唯一有的武器就是这些弯生的真实的故事。现在纪录片也拍完了，书也完成了，你的一路以来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我常说，拍纪录片那五年应该是我人生的大灾难吧，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会面对贫穷，然后会面对被质疑、被怀疑，而且呢，甚至呢，有很多很多的人言可畏，都加注在你身上了。对，我很怀念前面的9年。我常说，人家很多记者问我说，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是不是弯生的这一条路就 ending 了？可以结束。对，可是我说不是，那是另外一个开始。我怀念之前的9年，没有任何媒体采访，单纯就是我带他们回来，然后呢，因为失望落空掉眼泪，因为那一个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那一个就是弥补了他们的遗憾，那个开心的眼泪、感动的眼泪，我觉得那是最快乐的。所以呢，未来呢，我会弯生，关于弯生的记录，我会继续记录下去。弯生的故事呢，其实呢，是我一辈子都说也说不完的。而且他们的故事呢，到现在还在发生着，到现在还在寻找着。那我会继续记录下去，那故事我会继续说下去，可是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说下去。那之前呢，我常说，其实我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人了，而且这个福气很大很大。老天爷呢，让我看见了弯生，弯生愿意相信我，把他们的故事，还有把他们的心愿交给我，我何等大的福气啊！那其实呢，我一直在卖东西，一直在卖东西，然后呢，最后呢，连现在。就是连现在未来的魏峰夫，也几乎他今年1月的时候，他终于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恐慌的日子，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存折会，尤其是那个美金几乎已经快没有了，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几乎一直在用美金、日币在换台币，对，继续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让你陪着我过恐慌的日子，让你陪着我过贫穷的日子，我们分开吧。对，那他跟我说，没有关系，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做完做好，这不是你的心愿吗？我不可能放你一个人继续这样子在那边挣扎，只要我们结束，把这件事情做的用心做到好，
结束之后，即便什么都没有了，没关系。可是我想米卡会得到两个你最想要的礼物，那就是无悔。嗯，你只要有那两个字，你回家的时候应该就很开心了。是，因为你就是你的心就会很踏实、很安心的。所以因为这句话之后呢，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说，又没有台币了，又要换美金的时候呢，他再也不说，再也不把他的任何的情绪或是任何的紧张、恐慌、不安告诉我。他只是会说没关系，我们快做完了，没关系，米卡你快做完了，没关系，米卡你再快做完了。所以其实在我的身边这一段时间，我要谢谢很多很多的天使这样子帮着我。所以呢，所以前面那些什么人家说人家对我的质疑，还有对我的怀疑，还有加注在我身上的任何的那些不信任，还有之前为什么哭，为什么就是在路上崩溃，然后呢，甚至呢，就是对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对，那些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也几乎，其实现在想到都是跟他们回来的快乐。然后美好的回忆。对对对，那我要谢谢拍我愿意拍这五年的纪录片，然后我把它撑下来。可是呢，我常说，重伤，还有就是呢，看不起。还有这些无中生有的造谣，是我继续往前的动力，所以我要感谢这些人。那我最要感恩的就是这一路上相信我的读者，还有就是朋友，即便他们不认识我，他们只是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每天这样子写故事，用网络告诉他们故事，告诉他们，然后呢，到最后书发行了，一直就是呢到。我的演讲来支持我，甚至一直把这个故事传出去的这些人，我说是你们相信还有支持的力量，我才能够在这里坚持到底。对，所以其实我应该已经得到了我要的那两个字，无悔了。我想要传达的就是爱。他的故事呢是爱，爱人，爱这一块土地的那个爱。不管你当下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痛苦的人生，只要你的心是健康的，只要你的心是喜悦的，那依然是可以得到快乐。就好像田中英代最常说的那句话，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只要心中有太阳，日日都是希望。看你的弯身回家，就是每一个 chapter 都有写弯身教会我的事。眼睛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米卡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就是你最难以忘怀的弯身的故事吗？还有好几个故事没有在这纪录片里面，在这本书里面。里面当然点播率最高的就是三崎秀子那个和服的背影。對，那里面呢，其实。让我最切身的是这个高桥智子这个艺妓，当初会毅然决然把房子卖掉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在这个纪录片其实是在2010年的六月左右，就是那个夏天就开始策划要拍纪录片了。我第一个要拍的就是这个商道，可是呢，我还是来不及带他回来。甚至在他人生最后，他说他生病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到他吉野村。那个吉野村呢，因为那时候二战之后战败，1946年的一月，整个吉野村就是台湾第一个关移民村，被宣告两个月内全部被必须撤走。那整个吉野村的，因为当初他们来到这里，早就把家里的房子土地全部变卖了，而且所有的资产都带到这边来了，回去。没有家也没有钱，所以大家都希望留在这边。所以就是所有村民呢，就是联袂写了一个陈情书。那清水半平，还有最后任村长西村健之助跟须田一二三，还有一个军官一起联袂到台北来面圣诚意。诚意说，吉野村民建村有功，全部都可以留下来。他们很开心的回去告诉村民，可是村民呢，那天很开心，好像就是狂欢派对，连佃农啊、原住民啊、小米酒什么酒都来了。然后呢，大家喝得酩酊大醉。可是隔天一早，约莫六点，军队进来，一直停车，吉野村民财产全部没收，两个月内全部撤走。所以他们撤走的时间是3月18号。在那个2月18号呢，田中家的男主人将自己跟自己的工厂一起火化了。那这个桑岛，就是我要第一个要拍的这个桑岛呢，他的爸爸呢在自己的农田里面自杀了。那时候在他穿的那件外套里面
看见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以为安定下来，这里就是故乡，请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挚爱的这块土地台湾。所以他生病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心愿，除了那个出生户籍誊本之外，出生证之外，我想回家看一看，我还想去爸爸自杀的那个地方，再摸摸那块土地，然后闻闻那个泥土的味道。那时候呢，因为钱刚花完了，所以必须要卖另外一个东西才能带他回来。我跟他说好，等我东西呢卖掉之后，我会带你回去。可是就这样子差了23天，他还是来不及领他的出生证，先领到了死亡证明。所以最后这个高桥智惠子，其实一般的艺妓员没有人愿意被拍的，对，只有这个高桥智惠子他愿意被我拍。所以我跟他约定那一年的12月3号要带他回来，可是还是来不及了。对，那而且在我要回他呢只差12天，要带他回来的那前12天，那我那时候我问，就是过去帮他处理骨灰的时候呢，志工还在跟我说，高桥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问田中何时带我回家，田中何时带我回去领出生证，田中何时带我回去家乡温泉饭店。对，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太不应该了，我又再次失信了另外一个对我相信的人。那时候我一回到台湾，我第一件事我就是把房子卖掉。对，然后呢再收集钱，然后在2013年2月23号呢，就是请，因为我那时候所有这关于电影业我只认识一个范建佑，那因为1895年认识他，所以呢我就请范制作帮我组 team。 所以在2013年2月23号呢，他呢就是邀请了广敏正导演，还有日本的制作内藤裕，还有台湾的执行制作简雅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人可以相信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真善美。人生不是只有斗争，人生不是只有猜疑，人生不是只有名利，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信赖。所以呢我要把田中弘毅，就是舅公最爱我的那个男人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一个愿意给人幸福的人一定可以得到幸福的。对，米卡说你要拍纪录片很大的决心是因为很多的弯生即将都要走入历史了，不快点拍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的成品是从6万多分钟剪出了110分钟的成品。所以就米卡来看，你觉得书本到影像，书跟纪录片各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想呢？当初呢书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看这本书要有很大的勇气，对，我说看完之后会更有勇气。对，那其实呢在我的138场演讲里面呢，学生还有听众呢，他们最后呢给我的那句话是谢谢你告诉我们勇气的和力量，然后呢让我们珍惜了人生。那其实呢书跟电影呢我想要传达的就是爱。他的故事呢是爱，爱人，爱这一块土地那个爱。另外的话呢就是呢我希望，其实很多人说其实书里面背后也有一些开心的事啊，对，那纪录片里面很多人说这纪录片应该洋葱很多吧，其实大家进去看会很轻松，里面有很多很多开心的笑。比如说富永他虽然是第三个儿子，可是他的哥哥呢，大哥二哥呢去南洋当兵就再也没回来 了。对，所以回去的时候他必须要扛起一家之主，因为爸爸在台湾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是妈妈带着他们回去，所以他必须扛起一家之主的那个就是能力量。所以呢为了生存，他说他加入黑社会，然后因为进去呢大家那个大阿尼基很凶，而且呢恰灵恰红，那时候他说那个老大跟他说也要恰灵恰红，这样才会有那个 cuss。 结果他说觉得这不是人干的，而且他害怕第三个天的晚上就马上逃走了，只进入黑社会3天。对对对对，所以像其实呢虽然说他们回去的那个逆风中前行的那个力量，我们是从笑声中然后去看到这群人回去的那个让我们在欢笑中还能够得到那个
生命的勇气跟力量。对，那其实呢，不只是他，还有马兹莫多桑。回去之后呢，他说他因为回去他们没有家，所以呢，家里四个人是住在不同地方的。那他呢，就是太悠闲了，然后太台湾的那种小孩子那种常放空，他动作很慢，所以呢，老师呢每次呢就会在那个联络簿里面就说 ，mojudo 就是动作要快一点，然后要谨慎一点，然后不要每天放空，不要在想什么。那可能他们在台湾的日语回去跟他们的日语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日语一直被笑。那被笑之后呢，又跟人家吵架，然后又转学了。对。可是他把这个那个 mojudo 啊什么什么的这些，还有水牛什么这些讲出来之后，变成原来他的过去这么快乐，而且呢，原来在不快乐的人生中呢，还可以创造出喜剧来。对，不管你当下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痛苦的人生，只要你的心是健康的，只要你的心是喜悦的，那依然是可以得到快乐。就好像田中英代最常说的那句话：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只要心中有太阳，日日都是希望。所以米卡跟田中英代奶奶一样，都是非常择善固执了，一旦坚持了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对，所以最后可以请米卡帮我们总结一下嘛，你觉得不能够忘记弯生历史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呢，这些呢，在台湾忘记记，在日本也没有记，可是他们是确确实实在这块土地的。那其实我常说，这个纪录片还有弯生，它不属于政治，它也没有任何的色彩。台湾的一段曾经，不管是台生也好，弯生也好，只要是曾经在这块土地，荷兰人来过，然后呢，唐山过台湾，还有台湾人、外省人，甚至现在的新住民，台湾有现在这一块风景，都是这些所有在这块土地人不分你我，无私奉献、开垦，才有今天台湾这个风景。所以呢，最后呢，我想，就是呢，告诉，就是呢，把弯生呢叫我一定要告诉台湾的朋友的这些话，给大家。其实呢，他们呢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呢，日本人很爱台湾，尤其是一群日本老人，他们更爱台湾。可以住在台湾的你们，很幸福，很幸福，一定要帮我们好好爱台湾这块土地，台湾日本友谊长存，台湾日本平安祥和。那其实我坚持在，其实在中间这段五年呢，真的是很煎熬。不只是贫穷贫困，还我终于知道，没有钱是这么可悲的事情。然后呢，没有钱，连下一餐的钱在哪里，房租在哪里都不晓得。那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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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些就是考验过来的时候，我还是坚持要把它做完做好的另外一个动机。我希望人可以相信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真善美。人生不是只有斗争，人生不是只有猜疑，人生不是只有名利，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信赖。所以呢，我要把田中弘一，就是舅公最爱我的那个男人，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一个愿意给人幸福的人，一定可以得到幸福的。那在还没有拍纪录片之前，我以为这个幸福是男女之间的爱。拍完纪录片之后，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幸福就是给你周遭所有人的幸福。那你相对的，你也会得到那个幸福的。所以呢，田中英代最常说那句话：当你给予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获得了。今天非常感谢米卡帮我们带来弯生回家，谢谢米卡，谢谢大家，谢谢你。